帝尊现已下旨，削去你的仙籍，抹除你的仙意，打落凡间，永不为仙。我要让你带着仙子的记忆，在凡间屈辱度日吧。你，我要把你加诸在颜淡身上的痛苦，百倍、千倍的还给你。究竟受了多少苦楚，竟变作这般模样？数百年过去，你如今可还愿见我？哎，李赞，对不住啊。今日还是没能忘怀前尘，渡不了忘川水，又让你无法交差了。颜淡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不必这么见外。我会助你渡川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都已经快九百年了，还是没能忘。帝尊此前在瑶池设宴，未见帝君身影，为何突然光临此处？帝君这身装束，定是去魔界青云涅槃流民了吧？这等苦差交给底下人去做就好，为何亲力亲为呢？魔族侵扰，记住可有大碍。只是多了几道裂缝，我已带了天兵修复加固。只是这裂缝如此巨大，定是在仙魔大战之时，玄香以九尾蛇重击所致。不知是哪位仙子护住了脊柱，并用仙法遮盖了原貌，这才未被发现。是邯郸灵力，烟丹。将此事通报出去，调查一下这是何仙所为，报与帝尊封赏。不必了。此人已不在天界，他对天界荣耀毫无兴趣，定然不愿将姓名留在天册之中。你已经受伤了，我们不要再尝试了，我们回去想别的办法，还有其他法子可以打开天系的。云墨哥哥，我们不要再尝试了好不好啊？云墨哥哥，你看天系开了。我可以下界去找颜淡了。好，云墨哥哥，我祝你早日找到颜淡，等你找到他的时候，一定要带他来南海看我。谢谢。快去吧。你情根深重，旧谊难消，唯有分断情根，抹除你对我的情意，
方能彻底消除记忆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奈何情深缘浅，终有一别，唯愿他前尘散尽，生生世世自在快活。仙灵受死，心乃天伦，既是剜心之相，又有雷行之境。纵然所有证据都指向，但我这颗心告诉我，绝不是你。我能安然归来，只因有人剜心相救。芷昔与你无话不谈，他可曾与你说起过此事？没有，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芷昔现在一定重伤未愈，你赶紧回去看他吧，不送了，请回吧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天界要戒情了，情真的好痛苦，真的比天雷还痛不欲生。比起痛苦，我更不想忘记他。在地亚那段时光实在太美好了，实在太怀念了。应援局，他是你偃虚天宫的人，刑罚如何由你来判定，但是此人居心叵测，绝不可再留在偃虚天宫。毒害仙官，将颜淡押入天牢，三日之后本君亲自送往天刑台领罚。你受苦了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颜淡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偃虚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。本君已查明，这毒便是你自己所下的。